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嚟到八字赛理佛。咁啊，头先就同大家分享咗一个格局用神嗰个喜忌嘅分别啊，唔可以用呢个身强弱咁简单去睇一个格局。嗱、啊，咁今集我哋翻嚟赛老师同大家分享一个喜乐大嘅人生。好，我哋睇睇先。咁啊，缘起咧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我个徒弟咧就喺、是、医院做啲管理层嘅。咁佢喺医院入面咧出名系一个神婆嚟噶啦，即系所有嘅人都会无端端俾个八字，诶震两句嘅咁。咁有个医生咧吓过啦，又无端端俾个八字嘅，喂震两句啊咁。咁佢睇咗呢个八字，咁就一路行一路讲，啊系嘛？喂呢、這个八字好大镬喎、啊，咁咧好多劫财，而家行紧甲子运系啦，甲子运。男命行紧甲子运，多谢你收看我哋嘅节目。如果中意嘅话，记得赞好我哋嘅影片，同时留言支持我哋。最紧要嘅系订阅我哋嘅频道焦点 FM TV。焦点系一个推广知识共享嘅综艺网络平台，你绝对可以喺呢度揾到自己喜欢嘅内容。影片资讯栏有主播嘅网站专业连结同埋联络方法。仲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课，记住名额有限，把握机会。甲子，呢个己庚辛壬癸，好啦，42岁，2019。2019年行甲子运，咁佢话：诶，而家行紧甲子运喎、哦，啊呢、这个官星，嗯，好啦，跟住话：诶，呢家行呢个运呢个人咧，就因为佢又唔知边个啦，佢话：啊呢、这个人而家行紧呢个运咧，就破财，不特止，仲要累全家，嗯，咁啊，唔好同佢玩啦，咁，咁啊，咁啊讲完。咁、那个医生 O 咗嘴啦，跟住喂，咁犀利嘅你，点算啊？点算咧？今日咩料啊？佢话啊呢、這个咧就佢细佬，嗯，即系个医生嘅细佬，系。佢话咁啊点样？佢咧嗱，首先咧就讲一讲佢背景先啦。咁、呢个己土啦，夏天啦，调后为急啦，有两个水啦。咁我哋记得啊，有调后嘅命啊，始终好啲嘅，衣六足我哋叫做衣六充足，实够嘅。好啦，跟住几套嘅点都有啲火嘅，咁啊佢又有火啦，啊咁有五火啦，啊，好啦，咁如果个成个八字，成个八字有捉用神喎，一定系捉个煞啦，正常系啦。咁但系呢个煞咧就系弱鸡嘅煞啦，咁但系都叫做煞啦，即系阴日元嘅煞就同阳日元嘅煞就真系差啲嘅。啊，撑即系73啦，吓，唉，即系得三成功力嘅阴阳月嘅煞，咁、但系都系用神啦、都叫做财之弱煞啦，都叫做清啦，同埋因为冇金啊嘛，用木忌金，而个八字又冇金，系咪啊？都算 OK 啦，啊、都算 OK。好啦，咁你睇到啦，开头行金啊，即系。冇乜影响，因为佢行呢、這个佢未出嚟社会做嘢嘛，读紧书咁啊，即系读唔到书咁解嘅啫。咁啊，好啦，壬戌、癸亥呢啲啊，尤其是呢啲啊，身旺财强系嘛，癸亥搵到钱啦。啊，咁啊，佢爹哋就做嗰啲建筑嗰啲生意嘅、即系叫搵到，咁尤其是呢啲运咧，就系香港最。威嘅时候，天地人嘅因素系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富裕直上啦，咁啊，梗系唔系佢叻啦，系个就到个有智慧不如顺势咁样，咁啊，嗰啲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去到呢个2019年行甲子啊，哇，大镬啦，咁啊，甲己化土啊，系咪？甲己化土，咁啊，好啦，子午冲，又好似头先嗰个咁喎，咁啊好啦，一化咗土喎，咁咧佢咁啊亦啱啱又
有封关啊，咩都停晒啦，嗰三年，咁你要出粮啊嘛，咁所以有笼底嘅就攞晒出嚟支持，人哋又唔找数，咁啊好啦，阿医生家姐咧，即系头先嗰个家姐阿医生咧，就卖一层楼，揞咗六球嘢出嚟俾佢撑噶啦，即系佢屋企嘅生意啊嘛，即系佢个生意系个老豆俾佢噶嘛，咁啊都。都系咁啦，个算系咁啦，医生家姐，我攞咗六球嘢俾佢顶，即系佢自己输到干干净净，就家姐攞咗六球嘢，跟住阿姑姐又唔知两三球咁样，输晒啦，自己出边又借，财务借咗两球几啦，咁啊即系输到突晒啦，咁啊卒之咧就喺今年要搞破产啦，癸卯年啦。因为亥卯未会木局咧，佢呢一个年份咧个煞系突然之间变旺咗九倍喎，本来冇乜力都变成，系啊，麻麻地，麻麻地，系啊，咁你个尖就冲咗佢，咁啊变冇得转弯，跟住甲月又出咗嚟系嘛，人性破咗，家庭破裂，破裂。咁啊，跟住咧，家姐可以，跟住好好笑啊！跟住咧，咁啊，阿家姐话：，哇，咁啊，话我徒弟，哇，好劲喎！喂，点有咩化解啊？跟住我唔知喎，不如你叫佢搵个师傅睇下啦。咁啊，我咁啊，阿家姐医生就嚟搵我，咁啊，同埋阿姑姐，即系嗰啲债权人咧。咁我同佢倾个偈咧，就好正面嘅，因为始终阿家姐都好多好多钱咧，钱财生活物，系啦，就系咁啦。最紧要冇事啦，破产咯，冇乜嘢。但系咧呢条友咧，就人哋追佢债咧，佢又唔听电话，即系破产紧噶啦。咁你唔听电话，一唔听电话就揾咨询人啦。咁家姐喺医院做噶嘛，有啲蛊惑仔喺医院就揾佢家姐。咁你又走去老豆老母嗰度揿佢钟，咁啊吓到人哋鼻哥窿冇用啦！啲老人家退休，即系你输钱咪输钱啦，你唔好唔听电话啊嘛！嗱咧，依家就系要话俾大家听咧，即系唔好唔听电话，一唔听电话，你个咨询人咧就死噶啦！咁啊呢条友咧就冇责任嘅，冇责任到咁嘅。咁我问过佢家姐同埋姑姐咧，就话其实钱真系输咗算，但系你唔好。令到啲人驚啊，大佬，你谈嘢你搞出嚟嘅，你自己面对翻啦，你唔好匿埋先得，匿埋咁你死啦。跟住啊，师傅你帮我画画佢啦，即系咁咯。咁啊，执咗俾我，又将个波交咗俾我。咁我约咗呢条友倾下偈啦。分到主任嚟系啦。跟住我话嗱，我同你啲亲戚倾个偈，即系钱冇问题，但系你唔该做翻你嘅责任。跟住佢好笑一坐低，我话你而家输咁多钱啊，我冇赌钱啦。嗱呢个又错咗咯，呢个概念做生意同赌钱系一样嘅啫，系咪先啊？分别唔大噶喎，大佬，你话喂啊冇嘢咯，话俾人炒咗，我开档笃鱼蛋唔系赌啊。你将你笼底嗰啲攞出嚟租间铺系嘛，签两年约系咪先？赌噶咯，赌紧噶，做赌都好大添啊！你嗰两次笃鱼蛋唔系赌啊？咁而家做生意一定系赌啦，生意仲赌得大过真系去澳门赌。澳门赌都输有限嘅，系嘛？你赌只面钱系咪？做啲借大耳窿咧。好啦，咁啊一坐低就话：我唔系赌啊，我做生意。咁喂，大佬做生意输咗咪算咯，做乜要搞到成家都系陪你一齐癫呢？咁啊，我咪话佢唔啱啦，咁样又，我要移民啦。咁我话你嘅移民嘅动机系咪想离开呢个避债？系啦，即系因为佢做开老细啊嘛，打工啊打唔到嘅。咁佢想离开，咁啊离开，咁啊谂咗条屎桥咧，就叫个老母移民。就帶埋佢，因為佢破咗產啊嘛，佢申請唔到啊。哦，佢已經破埋，申請咗破產。申請即係將會破產噶嘛。去泰國咯。Anyway 啦，咁啊，跟住咧，我話：咁你想見我，想表達啲咩咧？想見我做咩？佢話：冇，我想睇下移咗民之後，條路好唔好咯，順唔順利咯。好啦，
跟住我就同佢讲，我话你啲咁冇责任嘅人咧，你生出嚟就累人，系嘛？你系嗱，即系输赢唔紧要，你唔好累人啊嘛！我哋做人顶天立地，衰咗自己衰咗，系咪啊？咁啊算啦，你唔好累人啊嘛，唔好将啲屎嗨到人哋嗰度，啱唔啱先？咁而家佢又做足嘅。就成屋屎，成屋嗰啲人俾佢嗨晒屎，即系我自己就好憎呢啲人，即系系咪啫？又匿埋，钱啊输晒屋企人啲钱，咁而家仲要问我蔡大师，你啲八字咁犀利，可唔可以话俾我听？我第日移咗文之后会唔会啊？好运行呢个八字，2025年，我已经唔需要睇佢，唔需要睇佢行嘅运系嘛？唔关个运事，系关佢人事啊，又系一个 point 嚟嘅，系关人事，系咪先？即系我哋唔好迷信，系咪先？当你做得咁差咧，你有个靓八字都系唔关你事，系咪先？就系咁啊。况且而家佢真系即系行到呢啲运啊，出年系甲神啦，系咪？全部甲己法土，跟住2020年天克地冲，月字年系咯，跟住2026年丙年同个子午相冲，冇嗰啲财一路都发唔到，系咯，一路都唔一路都系卡住啲流年，靠屋企人算啦，咁啊，希望佢即系呢次之后识得爱护屋企人啦，系咪啊？不过其实佢呢个运咧，佢显现个现象咧都几邪喎，因为佢呢个甲字咧啱啱同个年柱天克地冲。咁个戊土啊，真系佢家姐；五火啊，真系佢阿妈，系冲到应一应喎。屋企人啊，系咯，真系几绝喎！呢啲个组合，财破印啊，好有教材 feel 啊！呢个八字入边，即系啱啱好就系财破印，跟住癸卯年，哇，亥卯未，亥卯未，真系想唔破产都唔得啦。系咧，咁啊冇办法，帮佢唔到。不过即系你要出嚟，你自己即系拱走啲贵人。嗯，即系你家姐系贵人，你屋企系贵人，你就同佢得罪晒佢哋，系咪啊？五火弱份嚟噶嘛吓，系啊，所以冇办法啊。咁啊，所以大家做人啦，千祈唔好累人啊，累人好大镬噶吓。嗯，好啦，我行多几年又制法太过啦，算啦，都系搞唔掂，系个人得啊嘛，唔系个八字嘅问题啊。好啦，下一集翻嚟同大家又系讲一个好多比劫嘅八字。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赞好我们的影片，同时留言支持我们，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焦点 FMTV。 焦点是一个推广知识共享的综艺网络平台，你绝对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。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网站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，还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课。记住，名额有限，把握机会。